有很久不见吧。Hello F， 一切安好。后来早八的话是，早八是排考，不是上课。早安啊，好久不见吗？明就没有很久不见啊，大家。今天算是很不久不见的一天了。嗨嗨，大家早安。我今天这根毛很不听话，所以它今天会一直翘在这里，很像麦克风，就当作我有耳麦吧。让爱变透明。张张，你今天会待到几点？Hello， 谢谢 Mega 子。为什么今天这么多？嘿，哇塞，等等，我女儿八点开吗？她今天不可能开直播啊。那你们哥，哎，真的吗？官方没有改时间吗？还是你们等我确定一下这件事情哦。我猜他本人是不知道啦。今天的画面，对啊，很够华丽吧？因为我今天配合了隐形眼镜，我的眼睛是蓝色的，但是好像看不太出来。让我来看一下官方写说，今天林杰星要几点直播呢？今天的林杰星还是官方没改时间，我不能确定是官方还是林杰星。大家要给杰星一点台阶。今天是礼拜二，哦，林杰星是八点 ，OK， wait， 我猜他是忘记了。大家等我一下哦，我要密到他回我，有点难。没有，你没看错，因为我确定了，我刚看到了。我一直狂密，我现在一直在密，大家应该看出来，我现在在密林杰星吧？我密林杰星有多快呢？大家，林杰星，林杰星。林杰星要不要理我？啦啦啦啦啦，好，可以，他就都不要理。主要是他现在不可能直播啦，所以他应该是在忙。你是不想要看到我认真的表情吗？是吗？微动开关会坏掉啦，后面还有贴运动会那张，运动会那张 ，Uni Daisy， 将杰星。封锁才没有，他是不坏的，他连按封锁都有点懒。Good morning， 勇哥看完我们四个小时的运动会了吗？对，隔空救援开播了。你说我现在打电话给他吗？叮咚，你直接打电话，不对，你在用什么？我可以打电话啊，但是他不会回我，就代表他也不会接电话啊，不是吗？各位，今天的面好彩色。你以为滑鼠是自动点击器啊？我现在正在，我刚刚传了一大堆贴图。早安啊，为了保有他的个人空间，我就不打电话了。但是我想他看到之后，应该会，他的内心应该会出事吧？他的内心应该会，嘣 ！Hello， 社长。谢谢社长，社长是手持了四个小时吗？因为我进去是不是，我记得要带相机进去，我那天没有看到脚架，而且你们第二天还马上杀去看校唱，哎，那我疯狂敲他，扣扣扣扣扣扣扣，这个敲吗？如果关闭你的通知，还不会关闭我的通知啦，你们很坏哎。好，我静个音，我来看一下我打电话他会不会接，等等哦。
嘉欣，听得到吗？喂，你知道你今天要直播吗？对，没有，等一下，我赶时间了。哦，你赶时间了，那你要不要现在跟大家宣传一下你改到什么时候了？我把直播的时间改到礼拜，好，等我一下。他不记得了，他改到了，因为官方还没有改时间。他花了有一点久的时间在找他的。喂，你好。我改到礼拜六晚上9点。礼拜六的晚上9点哦，好，跟大家宣传一下，林嘉欣。大家，我今天有事情，临时有事。太好笑了啊！大家只是担心你的安危而已，没事就好。OK。好啦，那林小姐跟大家宣传一下，她的直播改到了礼拜六的晚上9点哦，再麻烦大家晚上9点再去找，礼拜六晚上9点再去找她，再去呛她。好啦，贴贴，拜拜。拜拜，爱你哦，爱你。不要这样嘛，哪有一点都不像。我爱你。太好笑了。好，他要改时间啦，他有改，晚了一天才补贴贴。古城长无私 ，Hello， 你好，杰星，不是杰星，不是睡过头，杰星是今天有事情，他应该是改时间了，但是还没有那么快把官方的 Facebook 上的改掉。所以今天呢，应该会移到礼拜六晚上。我女儿，我刚还以为你的耳朵终于坏了。你现在不是应该在看电影吗？对吧？还没吗？不对，结束了吗？今天怎么 colorful？ 怎么办？大家今天都有发现我很 colorful， 那我是不是来播一首 colorful？ 我今天全身上下都有不一样的颜色。妈妈可以当女儿的发言人了，不行，发言人，这只女儿应该要学会自己发言，改时间不改个性，这点必须给赞。Hello， 家叔，有人叫人去呛妈妈女儿的妈妈吗？没办法，我家女儿我管不动，我只能让大家知道她是平安的。我的生活，我跟你讲，我现在也会狂打错字，我觉得我就被他影响。谢谢志宏，谢谢佩拉的小兔子，佩拉早早啊，谢谢莫小瑶，莫小瑶的很多枫叶，谢谢嘉勋，嘉勋早安，谢谢嘉勋做的各式各样的图，而且嘉勋都很准时，他的提醒，我记得前几天。他前几天是还分享放下我包跟玩鱼的是谁啊 ？Hello， 游戏 hero， 谢谢游戏 hero 的兔子，谢谢麦克兹，谢谢北演员，北演员刚说我冒空缆车，我刚是不是没有在专心？韩寒是为什么要半个小时前通知大家？应该是希望大家因为靠近一点再发的话。大家比较会去发现那个限动吧，不然就是怕飞宝。我原本要跟飞宝讲什么？我记得我上次有一段一直在叫飞宝。飞宝，你怎么换到老古董的？他接近一点发，应该是为了让大家可以马上接到那个通知，因为事情进了的时候，你就会对这个人比较关注，不然就是你发现时间到了他没开播，你就去看限动。如果他前一天就发了的话，大家就会忘记这件事情。就这样，说到耳朵，过饭拍的时候发现你喊时音频蛮高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很好认。我跟谁喊？你说我在旁边场外加油的吗 ？Hello， 苏纳斯。你就不用看了吗？
九点，礼拜六的九点，礼拜六九点，哎，礼拜六有我哎，那也要看，一起看双击并用。想听面面唱梦之路，待会看有没有机会。Hello， 谢谢余轩的分享。Hello， 鲁迪。好问题耶，反正拿上次那个少枪签名、少咖枪签名海报换到的。哎，你知道那个真的是古董哎，那几张到现在在哪里？我其实就是那一次签了，应该不止一张。但是那些张数到底现在人在谁手上，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飞豹拿到了非常老的古董，而且那个签名版本，你有没有看啊？是一个。里面写一个 TTP， 他在奈上面写 TTP， 那好像是第一版的签名。我刚刚是忘记礼拜六我有我，对对，怎样？就是忘记了。我没有啦，我想说九点我是八点啊，对吧？一个人有三到四张，对，浪小卡是在 CD 里面吗？才不是盗版。哎，可是我有一度。一直在修改签名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有一次去学校，国中还是高中的时候，高一定是高中吧？高中，哦，对，高中，那怎么会是高中？好，反正我高中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就，没有，我那个签名是国中就设计的了，国中在 cos 圈就已经设计，有点类似那样，因为才会叫奈嘛，因为我在 cos 圈的时候是叫强奈面，然后。那时候我就签了那个名字，然后我的同学呢就看到我那样签之后就说：“哎，你这签名我有办法就是照抄。”哎，我说：“哈，是很不特别吗？”然后他其实笔迹没有很像，但是他就是画的很像，几乎一模一样。然后我就很生气，跟他说：“我一定要改签名。”然后我就疯狂的一直在改签名，一直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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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某次直播你还在问说对哪个版本比较好，现在暂时定案了，但是最近更新了一点点不一样。如果大家有在收集最近的签名，有一点点点点点的不一样，你们可以认真发现一下，在生日明信片的时候就已经不一样了。老板，我也有问题，为什么我的圣诞 T 明信片用银笔写？因为代表那是在整份里面的大概前十张吧，因为前十张的时候我还在试哪一支看起来色调最好，所以银笔应该算是非常非常限量版哦，是不是？限量版本的，有没有听起来比较厉害？那上面有开心，哇，秀秀好棒哦！对，这是我后来生出来的一个神奇的版本。对，你们是。不是，是实验品，不是吧？这听起来是限量品，好吗？台北张先生说到了，台北张先生的版，你的明信片我还不知道是写什么，你有标我吗？你是不是没有 ？Hello， 姚武，其实签名稍微花点时间，确实练了起来，对嘛？所以我未来要让我的签名更难练一点，让大家难练到想要啊，算了，直接收集面的签名比较快。所以呢，我要精益求精。我的签名要一次比一次还要厉害，我把自己当成第一张好了。难道我还要标记序号吗？这样就绝无仅有了吧？我还以为是花栗鼠，结果是爱心。花栗鼠一直都有哦，代表西恩是不是很少拿到签名之类？哎，可是签名球上的也是啊，也有花栗鼠啊，对吧？睡睡不要吧，有山寨的不好吧？我愿意，之前签的跟动漫人物一样复杂，现在的也长那样啊，差不多吧，现在是最复杂的版本欸，中日语法超难的，加油。你就直接签圆周率 3.141592 日文版吗？日文版也是用罗马数字吧。然后你刚刚被晨晨卖了，你跑去樱花特训，晨晨怎么可以卖我呢？我没有去特训啦，但是我跟你说，樱花仔跟雏菊仔真的不一样哎，他们在旁边侧拍我在跟樱花跳大跳绳，
然后我的姿势跟别人截然的不同，为什么呢？雏菊仔就有自己的特色。有我自己的方式。益生菌的圣诞 T 是第一次拿到纸笔，对不对？那代表你之后每年都要收集咯，对吧？那个半张生写都是黑色的是什么？面面纸笔。看得出来他很认真吧？想要把整张填满的决心有看到吗？我的想法。Hello， 露露米 ，Hello， 杜，不来帮我的忙。生日卡内容太 peace， 一度无法释怀。你说 love and peace 吗？你是哪一张啊？你没有告诉我，对不对？之前，到时候直接涂嘛。晚安，晚安。但被查过了，哎，那应该是前几天，这几天的，对不对？这几天的。风好大哦！这几天的有一个是把坏心情一扫而空，可是不是你，你是哪一张啊？明年生日会粉丝送你面粉，面面会不会会抓狂？我会把整坨面粉往你们身上倒。Hello Eric。居仔独一无二，出类拔萃，鹤立鸡群呐！没错，单细胞就是圈里这么会说话的人，应该不会是第一次吧？应该还有三单的签唱会。可是，如果我记得益生菌说他第一次收到纸笔的话是签唱会算纸笔吗？恩主悲哀，我以为是成全。没事，我也是身在雏菊心在鹰。你之后就留下腿在雏菊好了，毕竟我们需要你的双腿嘛。那我看看头应该怎么处置好吗？是应该要直接砍掉，还是要放在哪里当一个收藏品之类的？那就直接把面粉倒在你身上，取代刮胡泡吧。刮胡泡比较香。千唱当然算啊，千唱益生菌的时候也没办法去。剁小子，吞一千根针，飞宝下次死定。这台是表演五马分尸吗？没有啦，我们这里是在剁，就是那个割鳞片的，你知道吗？我又忘记了那个行星是什么。我还是觉得那个最可怕了，又忘记了，我已经问了第几次，凌迟，对，那应该用凌迟才对，凌迟比较可怕。我今天头发好 Q 哦，为什么？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我才没有讲干话，没有，对。我今天要公开表扬有在完全娱乐留言的人，没有留言的人呢，大概也该凌迟了吧，是不是？没有在完全娱乐留言的人，你各位看完没有留言的，要不要自首了？该自首了吧？小树，你不准走！小树。你知道我现在在讲什么吗？完全娱乐你知道是什么吗？那你知道我们拍了什么吗？你知道我们玩了什么吗？我在你看之前就已经留言了，上班还没看飞吧。你有时间把心放在别人那里，然后你没有时间看完全娱乐，你什么意思？难道我们这里没有樱花的？哎，真的没有樱花哎。这次真的没有樱花，好吧？那我觉得你既然都已经人在雏菊了，是不是还是应该有一点贡献嘞？现在去删掉还来得及吗？哦，所以你是想要这个咯？
真的我学会了那个 Oshimai Death。我没有看半泽直树，但我看到有人标我写说 Oshimai Death。还没看完的大家要自首啊！我们下个礼拜合照会见。不是唱老歌，小树。你有没有看我的现实动态？你现在打开你的 IG， 反正你现在开 IG 的时候呢，浪 life 的背景音乐还会在，所以你一定会知道我在讲什么。打开你的 IG， 点开 Chunana 底线 AKB48TV， 点开最新的一则现实动态。好，你贡献留言了，好，我要来查咯，你确定有吗？什么？原来已经播了吗？已经播很久了。面临池的话，这不是奖励吗？如果你非常享受这种肉体上的疼痛的话，我记得你只留哈哈哈，我刚好看到哈哈哈的吗？还是没有写面面两个字的我就不看了。我一直很不解，综艺大热门的小编是小迪粉吗？我经常性看到综艺大热门的小编在各式各地留小迪，是对吧？真的是，对，是真的是。哎呀，谢谢凌迟，你已经把自己绑好了，还不快点？我手没有绑，你给我拿起你的手机，给我去留言，快一点！一定要我强迫你们吗？为什么我今天的颜色不是身上的颜色，是直播的颜色，直播画面的颜色？呜、哦，还有枕头。而且我觉得我今天长得好怪，为什么？一切准备，为什么长得这么奇怪？刘海？你妆都花了，要我怎么睡？你好像只有按赞，给我去留言。好凶。这样正常一点，还是因为没有腮红，还是因为颜色很奇怪。爹爹附耳钩啊，头发特别卷，特别卷是有原因的。你的留言浅显易懂，衣服颜色的关系，应该是他白平衡跑掉了。谢谢志宏的抱走兔子，把兔子抱走，抱走，乌萨基。没有光源，这样好可怕。如果啊，这样开了光会太黄。好酷的颜色，渐渐放下回，然后妆感就不见了。当时就可以看到隐形眼镜是蓝色的。留言是留在 YouTube， 因为我的台灯光是蓝色的。开了灯比较容易看到影眼，因为它会把特效吃掉。Long Life 自己就有滤镜特效，这样比较黄。你看是灰色的，它其实偏蓝，因为我以前戴过灰色隐形眼镜，会看起来很有距离感。我的眼珠好大，其实没有哎。我的黑色的眼珠比较小，所以一定要靠隐形眼镜变大。浩伟，清晰可见，我给你的爱就在许愿前，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用写信文字刻下了永远。长知识了，你说灰色吗？想要让你看起来高冷有型，高冷不说话，英俊美男子，就需要戴银灰色的隐形眼镜，保证让你看起来就是冰山美男。小一拜拜。太极，当然是大串烧。能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近一点点。庄总，你不要再改名字了。
好的，但是现在九点半有一件大事情要做哦，对我来说是大事。所以小树就是高冷型，高冷型美少年。Hello， 抖 N， 一首，应该发抖咪嗦，还是应该抖咪嗦，还是抖 N 一首，抖 N。S.O. 抖 M 可以吧，这样叫你是对的吗？重要的事吗？要回家了哦。好，你要回家了，先骑车快停哦。所以鬼灭已经结束了，封住我的爱，该退了吧，该退了吧，排球之类的。的未来，你是不是对高冷和美少年有什么误会？没有啊，高冷美少年的定义不就等于小树吗？所以要来检讨期中题目吗？我早八已经考完英文了，我觉得我这次有好好的把单字都背起来了，但是有一段要写英文短文，我还是出现了一点点撞墙的状况。鬼灭应该是到十点啦，所以要直播报分数了吗？分数还没这么快，分数应该上机考的话会当天出来，纸笔考就不会。谢谢虎跃组委猫空缆车，它看起来像飘在空中，很像应该是那种什么猫铃缆车，它远远的看很恐怖哎。文法吗？这次的文法还好哎，英文文法还好，日文文法比较不行，日文超不行。口头哇扎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真的不行哎，考到合唱会前一天，阿弥陀佛，佛系读书，张先生，佛系读书，佛系读书。需要你的人啊 ，Hello， 不露聊，面面从期中考还没有，还没有。日本语 ，N 万文法，阿道索索卡拉，日本语。N 万语法，我不想知道。国语语法品词就不行，接文节也不行。当然知道口头禅是谚语。学妹你好，谢，各位学长好。有新感觉，明年当学妹，整个随他去，真的住在猫空缆车那边。习惯在你的肩膀盘旋，人的世界因为爱你才是永远，像天天成。Hello， 阿瑶瑶，期中考不好吃。不对啊，我刚说我要去看玩鱼的。对，身为海巡署呢，就应该要线上海巡呢。来看咯。哪里开始有面面呢？我也觉得那个很好笑，不可能表演过吧？死掉只能死一次呢。我刚刚在吃晚餐的时候又认真看了一遍。好了，等一下，有人说听说面面在查留言，我要点歌，之前没机会唱到了气球真的只能给你们听吧，气球不适合用唱的。
气球，然后有没有现在马上留言的、啊？我看都是三天前哦，七分钟前有熊熊说来留言，面面好可爱了，退球不要凌迟，我要考虑一下。串烧也太长了吧？这现在这个是十五分钟的版本吧？什么 Chen Allen 谁？好啊，美少年拜拜。九点半，真真还在吗？真真还在吗？不在，这不在，在不在在？这个是十五分三十四秒的版本。想对你说，幸福不再溜走。A.K.A. 蔡雅恩绝对不是虎烂王。忍住悲哀，我以为真真在。好了，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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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真真，生日快乐，我爱你，真爱你，生日快乐，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一件小重要的就是有台语版的，为什么呢？因为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Hello， 我亲爱的面爸，生日快乐！面爸也是十一月寿星的，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Happy birthday！ 还有什么？突然忘。韩文的是什么？突然忘记了。我以后唱台语歌就好了。耶！祝面爸。面爸跟真真都生日大快乐，耶！面包生日快乐，在线等，急急什么急？为什么要很急？为什么在线等什么？等一下哦，韩文的是，不是啊，谢谢单细胞。啊，是。生日祝卡，生日祝卡哈密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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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包，哇，他用啊，德克拉桑居然用平假名片面包哎。PTT 的梗我知道，在线等级啊，但是刚刚那段为什么要在线等？我还知道二十点求解，不要怀疑我的年龄嘛。好久，ありがとう，耶！以后好了，我以后就唱台语歌了。但是台语歌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是适合我唱的吗？没有了吧，对吧？站内信100批，王子狗狗，王子狗狗啊！粤语的生日快乐，粤语的生日快乐。不行，我又看到了祝寿群，岁岁都有今朝。不然我就手起刀落，手起刀落，手起刀落，那个眼睛都不眨一下。那你眼睛不会干吗？
奇摩知识家，对，二十点是知识家的，什么意思？什么上古时代才没有好不好？冰河时期而已好吗？不要海波浪，不要、哦、不要再海波浪了。云中月圆，谢喽！我之前已经唱过云中月圆了吧？从南天门一路到蓬莱登陆，我就是一个手起刀落、手起刀落、手起刀落，我连那个眼睛一眨都没有眨一下，你知道吗？你怕了吗？面包生日快乐！啊，我不知道，我之前就问了好几次我爸喜欢听什么歌了，啊，不外乎就是《亲爱的马桶》。不对，我为什么会想唱马桶？哇哦！谢谢夜风明月，夜风明月，对对对对对，等等等等等等，谢谢两只夜风明月，三只，第三只，我有没有都抢到啊？哎，我都有抢到，而且最佳手机还是哦，输了，我看一下哦，29名是益生菌是吧？我28，你29，哎，益生菌券，等一下，益生菌刚刚不是挂听吗？他刚刚不是说他挂听吗？你各位啊，哎，熊熊的，哎哎，不是，益生菌都很前面呢。这次的第一名是 Leo 30，夜空 Spy， 夜空 Sky， 可差点变成 Spy， 没有啦，没有要你当叛徒，没有要你当间谍。28，益生菌26，哎，我输了、欸，我每次都输，为什么？对啊，只有消波快，各位，你各位消波快，谢谢，谢谢熊熊，这次终于学好的。哎，糖糖哥，糖糖哥，富伟哥，富伟，谢谢富伟哥的，谢谢富伟哥的红包。这次的第一名是谁？哎，为什么有到40的？昂吉狗狗，昂吉狗狗。又改粉丝名，我没有改啊，他一直是本台糖糖哥嘛。而且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家抢完红包之后一直离开这个直播间，不停的人进进出出，坏坏坏 ，Tell me why？ 念爸的那个年纪应该听什么啊？大家，你们这么懂面包的 sense 的话，王吉狗狗我觉得不行。这样下去不行不行。Hello 小杰，这时候呢，我就要例行公事。Hello 大家，有没有看到正下角有一个奇怪红红的，像礼物盒一样的东西呢？颜色跟其他按键都不一样，而且特别大。为什么呢？因为呢，它就是需要吸引的注意，然后你就点下去就会发现，哎，好多奇怪的框框哦，一些没看过的东西。这个时候呢，你就选一个你最好奇的，点下去之后按发送，你就会知道它是什么了。加油！这就是一个诱拐抢骗，以及广告不实。我今天在我的现实动态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谢谢大家。看到有人提到了基隆是吧？那我们就来一首张学友的《人在雨中》。张学友应该是我爸那个年纪会爱的了吧？哎，等一下，我居然没抢到这个哎！然后为什么你改名叫 C Coco 嘛？今天戴金手表，我最近一直都是戴它。但是这个你们之后才会知道，所以我现在还不介绍，你们可以认真的先一直不小心看到他，我之后再介绍他。 Hello Gabi Gabi， 哎，张学友也有一首歌叫咖啡耶，离开我看得到啊，你当我谁啊？我海巡署的呢，有看到海巡署的胸章吗？港都夜雨，哦，是咯，我以为是咯西罗哦，你是西罗库玛哦，我想说库库玛是什么，那我决定了，我以后就叫你库库玛，西库库玛。哎，王子狗狗哦，这等一下，王子狗狗又28，这次的前两名是黑雕跟社长，
我很努力让他不要受伤了。原来主播知道谁离开看得到啊，孙雷好久不见啊。他其实没有被我保护得很亮，我一直很努力不要刮到他，因为我是超容易敲到手表跟刮伤手表的人。对啦，海巡署忘记了，海巡署最近需要记的可能不是中文，海巡署最近脑袋可能需要记的是别国语言。张先生要不要考虑一下田约翰带业配啦，他是业配但是还没有，我不可以先爆雷吧，你们都强迫我爆雷耶。渴望着出现奇迹，我的心不会冷。为什么要学张学友唱歌？我这次接到业配了没有？因为我有手，我没有耳洞，我有手。你就把雷带在身上。大家好，我是雷恩啊。哎，七星刀，有人在 report 写说七星刀雅恩真的很好笑，不知道我知不知道他的别名是林圣恩，我知道。睡狼，睡狼早安。谁是谁？会抢到吗？流星的，哎，我要抢到流星的。小树三十，哎，小树，你有没有觉得你刚没有留言不应该？黑流星，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没有留言不应该？大家好，我是七星刀雅恩。想起你，仿佛又哭倒在我的怀里。呀吼，呀吼！真深爱你。谁呢？钢棍，你说小当家吗？我就说我看完再留呗，这样比较有诚意啊。面面很可爱这件事情不用看完也可以留，但我没有要你留这个。不能边听直播结账，刚刚没拿钱就走了。等一下，这样太盘了，这样不行，好不好？我觉得这样太阔了。钢棍训师傅。我们这里有比较符合那个气息的人吗 ？Hello Kissman， 哇，我看到了游侠，小虎队的，人在雨中，咖啡啊，可是嘎比跑掉了，烦恼歌，张学友出烦恼歌，分手总要在雨天，那基隆人真的是，啊，邱意浓哎，我的沙吼，沙吼是什么？你就盘杨修嗨嗨，杨修，哎，嘎比还在，那我应该要放嘎比吗？我以为嘎比跑掉了，那可以留被蔡董压的留言面，可以欢迎蔡档哎，有蔡档哎，迄个气魄。keep 等一下 keep 气魄 keep 是配吗？现在正在上班啦，下班再去好吧。你跟那个我们在路上街坊遇到的大叔一样认真上班，很好很好，值得嘉许，所以是 keep 配 ，keep 噗噗啦 ，keep 噗噗，是 keep 噗噗。刚刚有人点气球，那我只能给你看气球，就看就好了，好不好？我们就听 just， 真的不行。气球这首歌，我上次唱已经是3年前了，有没有成功我忘了，应该没有。大叔你别走啦。匹配啦，刚才听、哦、大海，我也喜欢张雨生的大海，我很喜欢张雨生的声音。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他的小的圆
看的、变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大的、大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我选择。飞得高高，越高越好，简单恶心，那就撕掉。生命短短，高兴就好，喜欢就好，伟大不了，越变越小，越来越小，快要撕掉也很骄傲。你不想说就别再说，我不想听，不想再听，就把一切誓言当作气球一般随它而去。我不在意，不会在意，放它而去，随它而去。气球。我一定要好好的施压，因为大家好像不施压就不会留言。哎，可是明明你们 IG 就有很乖的留言啊，是不是？为什么一直没上啊？好好尴尬。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他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你错了。咳的那一下，我还以为要面之呼吸第二式。大家好，我是面柱。你就按这首歌的旋律蛮快，因为它如果不快的话，会死掉的。各位，唱这首歌会死掉。也很骄傲。你不想说就别再说，我不想听，不想再听，就把一切誓言当作气球。随他而去，我不在意，不会在意，放他而去，随他而去。气球飘进云里，飘进风里，结束生命。气球飘进爱里，飘进心里。我的特技就是要表演喷面粉，我以后上节目就表演喷面粉好了，不要再表演什么什么语速很快的拜年啊，或者是什么棒式唱歌啊，那算什么啊？有人会喷面粉吗？只有我会了吧，对不对？只有我敢吸进去再喷出来，那个超呛的，请大家千万不要学，姐姐有练过，好不好？我为什么会练过？因为前几天的运动会要我现场练，于是我就现场练咯。没有想到我好像蛮有天分的呢。好，谢谢大家，我唱完了。只有今天有开放点歌，就是大家很棒，有去留言的都很棒，值得嘉许。所以你是不是星期六还没有吐干净？唱这首歌唱完还没有死掉？各位观众。哎，我觉得很棒哎，很多人 catch 到了我跑步的认真的表情，是认真吧？认真啊，认真的表情。好的，请听我们的新歌《梦》啊！不行，唱完真的是没气，真正没气。我有留言，我可不可以点歌？你什么时候留言的？你现在留的吗？让我来看看，目前呢，究竟一次直播施压可以有多少的回应度呢？取决于面条的施压功有多厉害。来看一下，哎，啊，影片要掉了。其实这首《气球》当初最一开始，我们在前公司还有歌唱课的时候有练过。
然后那个时候老师就叫我们练气球。那是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我一开始不知道。嗯，然后三年前会缺氧，现在还是会缺氧，代表没什么进步。这句话是可以说出来的吗？我是最会胡乱的女团，最会胡乱的女团，我们最有才艺的女团，谢谢大家。我看哦，有没有新的留言呢？蜡笔小新，我也留很久了，是30分钟前最好，这样哪算久？三天前。23分钟前，没有30。我看到了，我看到 Megaz 留言了，再来。熊熊很棒，再来啊！有啊，30分钟前哎，听说不留言会被凌迟，为了四肢健全，你乖乖留言。Hello Rex，Hello 小星星，一闪一闪照亮我的心，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哎，棒奖你说好了哦，你说以后会养成看影片就会留言的好习惯。燕婷很棒 ，A.K.A 我刚刚有称赞过了。再来，啊哈，北演员现在才出现啊，还敢不留言啊？你各位，哎，欧厨很棒哎，欧厨3天前就已经流出来了。但是欧厨是谁啊？哦，我没有要查水表的意思，我就称赞他，所以我没有。如果他不会在这里出现，那是没有问题的。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某人。这是应该是小号吗？面面可爱，我也想点歌，想听面面唱梦之路啊、哦！我知道了，你刚刚有点吗？哇，益生菌又留言了呀，很棒哦！哎，大家这个太明显了，一看就知道全部都是同一时间被同一个人逼来的耶，我很抱歉。但是因为我们家孩子不逼他都不会留言，像阿纯就很棒，阿纯他一天前就留了，你们呢？真的啊，好可怕！海巡署一个一个来点了。嗨，有签到了 ，Hello， 面面到了 ，Hello， 一星 ，Hello， 玉如。啊，灵魂收割机，台北张先生，你大概就剩半条命了吧？刚刚还要找很久才找到。最会武汉的女团。黑雕，哇，道歉一波咯，是不是土下座，下次请准时好吗？有没有看到本集直播台的名称，就是谁是准时仔，不仅直播要准时，留言也要确实好吗？突然飞宝刚刚本名已经被爆出来是吗？那我应该再念一次吗？然后看一下他对哪个字有反应。鲁迪好棒，我看到鲁迪了，一眼就看到。嘉勋尖叫了，面面，你是准时仔，晚点留言才可以保持了，是这样子的吗 ？MK， 你一开始有这样想吗？有吗？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上发光明，好像许多小。我现在在一个一个留下证据，这样我才知道之后应该要对谁上下其手。夸赞一波，受宠若惊，惊惊惊惊！今天面面五彩缤纷，跟你一样，火鸡，火鸡一波。
影片刚出就看了，希望大家未来影片刚出就要马上留言，谢谢大家。我要养成你们的好习惯，人家说21天就会养成一个习惯，所以我应该要连续21天上片吗？不可能，我做不到。谢谢大家。你刚刚说什么福利？啊？什么福利？福利熊，熊福利，福利熊，熊福利。哈哈哈！我是不会告诉你们的，那才不是福利好吗？才不是。哇！哎，等等。好，我先把刚刚的那个关掉，免得我按到。よっしゃ、行くぞー！タイガー、ファイヤー！好大声。大丈夫、大丈夫のぷ。ハロー。唱出蓝天一声鸣响，瞬间宣告比赛的开场。飞舞中纷乱成场，争先恐后的豪强，谁都不肯让。要去哪一篇留言？完全娱乐。我有放现实动态，立马去。我真的一个一个看呢、啊。慢等他，慢等他，越来差越大。攀登上高山的道路，编织出又复制一条，能够征服有的人不懂。副宝讲，哎，这里是应该要打扣的地方吗？公定的半路，算太离谱，相信人清楚自己排何处。再继续使劲的追逐，最前方被音乐模糊了形状，心情一阵的复杂，不是手牵着手从这里，却已经无法。如果啊，等一下，不行，你要歌词清楚的话，那我得重唱，因为我刚刚讲话了。那我可以删留言了吗？不行。小树，小树是留什么啊？小树的名字应该不一样，对不对？不管，你们如果要完整版的话，就不可以讲话了。
处，选择一步一步享受同路，优雅的奔跑仿佛漫舞，萤火虫都将我们的热烈欢呼，轻易的喊出，能量着起伏，一眼就被你给迷住。汗珠透亮着肌肤，这句是不是很难懂？优雅的奔跑仿佛漫舞，优雅的奔跑，梦之路原本就是日文歌啊。夢へのロード，是ロード对吧？ルあ是ルート。我那天就是一直打错啊，不是绝面。夢のルート，ルート。我一直会念成 road， 因为英文的是 road， 对不对？最后一段刚刚还是很难认出来，没关系，你加油，那我就让你们继续空耳听了。他一直问我又没看到，我又不想习惯，我知道一生就回答我的，对吧？讲了三次都没看到，你真的很棒哎，超聪明的，改成名字一定会看到。梦之漏斗，朝着梦的漏斗，这样吗？昨天听了好多次，还是听不出完整的歌词，但我也不可以爆雷，这样是粉丝的乐趣。粉丝花时间在狂听这首歌，我应该是需要让你们这样洗脑的，对吧？加杂的歌词没有一首是简单的，天乐老师可是不一样的人，好不好？他的词汇怎么可能是用简单大家都听得出来的东西呢？ Vicky 欢回，船长说什么？船长跟夜空 Sky， 优雅的奔跑仿佛漫无樱桃树，何时才能知道歌词呢？那就得等等啦，是吧？总有机会的呀。Hello， 普斯，天乐老师，哇，为什么啊？明明就还没有十一点，那不是还没有十二点。小树有留言，但我刚还没有刷到小树的，所以我应该要再看一次。萤火树都将获得，哇！哪的人 ？Team TP 的人。副歌有够好听，哇呜！好，小树到底在哪里？我直接用那个好了 ，Ctrl 加 F， 直接打小树。没有，哎，没有啊，我怎么没有？啊，还没跑出来吗？可恶！那要到，那要跑到第几个？小树跑出来？那尼莫，那尼莫那伊。真的没有哎、欸、，sorry， 真的没有。你留言有成长开有啊，目前有哦。哦，有了，十分钟前。最会唬烂，是叉叉啦。凌迟不好吗？凌迟很棒吧？凌迟就是一个最高雏形，加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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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啦！谢谢游戏游戏，觉看着觉得很感动，你们真的好棒！你说梦之路吗？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壮观很多。我上个礼拜是不是就有讲？现在对谁上下其手比较好奇？你们合照会就好好的坚持下去，我得想想要做些什么，好难哦。为什么要发这么难的任务给我们？合唱会好难。甜美施压，今天很甜美吗？今天没有，今天长得好奇怪，为什么？头发吗？为什么就觉得长得怪怪的？我自己长得怪怪的。优雅的奔跑，仿佛漫无樱花树都将获得。
赶快想啊，不然大家都不要心。我跟你们讲，运动会那时候啊，不是其实已经算比较少人来找 Daisy 拍照吗？然后那时候啊，我就会在想说，怎么办怎么办？大家过来真的，如果都没有说要指定动作的话，是不是全员都会变爱心？游戏区的我，对，游戏区的我，你只有要不停的过来让我认识你的问题而已。你如果只来个一两次，我想我应该是记不起来。我最近的脑容量只用来记外国文字。影响光线，我有指定给你想啊，所以我想了。母啾啾，母啾母啾，绝对不会先想动作的啦。Hello， 小树，我看到了，绝对会对你施压。现场在录影，没感受到震撼。回来，真的吗？我跟你讲，其实我之前去过很多，就是一些现场表演啊，可以录影的话，我也会舍不得录，因为你知道，从镜头看出去跟从直接现场看的感动是不一样的。然后我每次都会想说，有其他大大会帮我录影，所以我就选择自己不就是自己就不录了。但我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就可以多录影片，因为我们已经很少可以有让大家录制出去或分享的东西了。我那天就希望大家把限动给发爆，发到爆的那一种。是美少年，美少年，开放录影也很困扰，对吧？好想再看一次《面之呼吸》。你那天坐在台下有好好的观摩了吗？我尽力了。我的耳麦很帅吧？我跟你讲，真的实现梦想的一刻，自己用头发做出耳麦。自己在嗨得很开心，你也跑得很开心啊，对吧？身在局营嘛，还一直换衣服，完全是豆皮时装周，豆皮时装周。还是说飞宝，你有一直换衣服呢？我好像没有看到你一直换衣服哎。下次应该多准备几套，对吧？我跟你讲，我一定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呢，我可爱的亲友团们，哎，我超感动的。我昨天晚上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这个想法很肤浅又很薄弱，但是我觉得我能够，就是我的行业是偶像，真是太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可以一次开放这么多朋友探班，哎，探班。开一次一次有这么多朋友来探班的感觉，太好了吧！跑大队的时候，有对哪一队的哪一号的粉丝有印象？我觉得大家都太拼命了，尤其是各式各样有。那天最恐怖的就是有人滑行了超远嘛，然后还滚了好几圈，还有在地板上传接棒的人，还有我前面以及我后面那几位粉丝接棒给我的。20岁的差距，有20岁差距的粉丝，以及前面不停的在宣誓他是Sakura人的粉丝。我跟你说，你的亲友朋友，我跟你讲哦，那个，我的朋友说他那天很担心，因为他一直看到就是18号的那位粉丝不停的宣誓他是Sakura的人，不停的把衣服拉起来表明他是Sakura的人。然后我朋友就说他很生气。你差一点就要被各式各样的加油棒给 K 到了呢，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忠诚是吧？飞最远的，这样太危险，飞太远，你真的飞太远。又找我去看蔡雅恩，先不要。下次去只要报我的名字就两杯面粉哦。我跟你讲，真的，再有下次的话，亲友团会出手的哦。我跟你讲，我可是绕姐妹来的，好不好？有多少个？一人一支加油棒。好凶哦，对不起。Hello， 那个我刚说要叫你，你刚刚叫喜洛哭嘛，所以我要叫你罗哭嘛。对吧？西洛库玛，哎，不对，我刚刚叫你什么？
死定了。其实我本来是想直接飞到民主休息区的，我想一想，民主休息区，大概没有，你再努力一点点就会到了，真的，就是再加油一点好吗？下次啊，口哭马啦，口哭马，口哭马，谢谢熊熊当我的外接记忆体。Hello, Winhands, 孙雷同学，请问你现在是在忙吗？现在在干嘛？你怎么很难得的大驾光临了呢？很难得的部分，口哭嘛，不，口哭嘛，口哭嘛，没错。还好你的亲友都不认得我，没关系，没问题，你们多见几次面嘛，大家。反正我真的觉得超幸福的，就是幸福的点，就是因为我没有想到可以一次让这么多人探班，而且他们说很好玩。他们听说很努力的在叫，那我也尽力了。面面居然没上当，上去哪里？谁是啥？谁为什么要上当？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只能跟杨成在耍宝，在那耍宝。你说你们一只火鸡，一只企鹅的部分吗？我现在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现在关播的话，在看鬼灭的几个孩子是不是就悲剧了？还是他们应该觉得勾勾不算什么？成长机，你请队长打他，打谁？对不起，我原来我刚刚完全没有看到那一段，难怪你会说我没上当。哦，有种你叫诗雅打我啊！哦，船长，这个当有什么好上？我想想，叫诗雅打你啊？不会，我们家诗雅队长一向都是非常的有耐心以及大爱。我觉得他不会轻易的用物理的方式就这样攻击你，他会慢慢的一点一滴的好好的折磨你，所以你要期待等待，然后多加尝试，你就会知道你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只能做好一个观众的角色了好吗？大家，你刚刚的眼神，我讲你真的想让人干你哦？没有啊，有吗？是这样子的吗？有补充卡没事的，好，那我就直接关了哦，立马关了。对，我要念榜了。然后刚有人还有人点什么啊？喂猪，不要喂猪，不要再猪了。喂猪，你怎么在打呼？呼噜噜，呼噜噜。你的亲友团都没人认识我，你又没有上来保我们的。谢谢阿妮的 kiss 猪猪。哎呀，念榜，念起来！谢谢，谢谢熊熊的啾啾啾啾啾，吹飞你！哎，刚好吹掉哎，我好会哦！耶，你没有，你才刚称赞完诗雅温柔，你就送告白气球是吗？面面下播要去看鬼灭吗？没有，我没有，我再看我会再爆哭吧！不要，我不要再浪费卫生纸了。我们有什么歌可以放呢？收到面面的衣服了。死定了，又是一个没有歌的节奏。宝贝对不起，不是吧？宝贝对不起吗？宝贝对不啊，星火哎，不要再星火了，短时间内不要。我有话要跟佳佳说，然后我忘记了。不是高额头。我刚开播的时候脑袋闪过佳佳。啊，慢慢说。慢慢说。我前几天听，听谁的 podcast， 然后慢慢说去上了。谁吗 ？KK 秀是 KK 秀吗？不是，
唐奇阳，哎，也不是唐奇阳的 podcast， 我忘记了。大爆哭，你那，我觉得妈妈说好可爱哦。不是高额头，没有啦，因为那天坐在佳佳旁边的是笑笑。慢慢说怎么了吗？就是慢慢说。等一下，他们到底上谁的 podcast？ 好生气哦，我忘记了，是 KK Show 吗？是吧？是 KK Show 吗？我最近在听的好像就是 ，Hello， 谢台北张先生啊，我没有催你，他就自己掉了。妈妈说超可爱的，我觉得他们两个人讲话太可爱了。丹妮表姐是吗？是丹妮表姐吗？没有吧，丹妮表姐的我都听完了呀。不好意思哦，大家需要给我一点苏醒记忆的时间，即便你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很确定你们绝对不会听懂我在说什么。是吗？看你的浏览记录啊。对，我知道慢慢说是一对的。我的浏览记录，Spotify 有浏览记录吗？最近播放，有哎、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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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哎、欸，不知道。百灵果 news， 唐阳鸡酒屋，表姐必请。然后接下来就是一堆831、周杰伦同名专辑、步步、五月天、River Flows in You， 所以应该只有这三个 podcast 对不对？Podcast 没进来的听会听不懂吧？没进来的会听不懂吧？平常没有在听的吗？我直接查好了，我这样好痛苦哦，想不起来的部分真的好痛苦。呼噜噜呼噜噜，没有哎，死定了，不行，算了，应该是表姐啦，因为他们好像没有去，不来个。触电或石敬瑶吗？为什么要不要？你这么久没来，你讲的我都不唱，谢谢。今天真的听了百灵果，可是你们不是推荐我去听百灵果吗？但我有挑哎、欸，虎月竹，一本初心，勇敢追梦，感恩知足，一定成功。哎，很厉害哎、欸。一本初心，勇敢追梦，追，感恩知足，感恩知足，感恩媳妇，一定成功。哎，超厉害的，你知道我之前也把，就是我把我们所有出过的单曲的名字写在那个哪一次的是第三张单曲的明信片后面吧，然后也是用这个概念，太有才了，非常欣赏有才的孩子，因为这要想很久。Hello， 鲁酸菌也才两33场，点歌要点什么歌？你拿回什么？其实现在比较在在当了，好吧，老师好，孙老师你好，我是不乖的孩子，本人不受教。小叶 ，Hello， 好吧，那好，可是 Podcast 的话。我不知道，我之前，我有看到那个 podcast 的排名是吗？然后基本上也是百灵果都在前面吧，但是我会挑，因为有一些我听不太下去。我是一个蛮挑主题的人，大家应该会知道。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们讲话蛮好笑的。呜呜，你还敢呜啊？还敢呜再呜啊？百灵果跟谁？为什么 Podcast 的那个推荐栏不见了呀？是我的问题吗？啪啪啪 Podcast 在哪里？ Podcast 热门 Podcast 对，很好。百灵果是第一啊，台湾通勤第一品牌，就我没有听过哎、欸，但是是第二名。今天慢慢说跟刘俊硕和小慧最近喜欢的 Limi 的合唱 MV also 也上线了。哦，我平常跟吴同学听的歌路有点远，但我
Limi， 好吧，我待会应该会去摸一下。百灵果主题很迷啊，百香果，百香果好喝。点回作业，还有啊，骨癌，我跟你们说，我到底要不要去听呢？虽然我对投资理财并没有任何的，请问现在有人在听股票的吗？就是投资理财这部分，我现在要接触了吗？我该接触了吗？是需要接触了吗？他是第三名呢，拜拜黑雕，很棒，黑雕，我刚刚有留言，我非常印象深刻，有留言的都是好孩子，祝你一夜好眠。没关系，我也只听慢慢说，没听。有啊，常常听，原来真的大家都会听啊，非宝非非懂非懂不一样嘛，嗯。呱唧就我没有听懂，好味小姐，嗯，没听哇，解开束缚，我还你原形，这不是鬼神童子吗？姐妹悄悄话我也没看过，马克信箱也没有人推我这个，申购前想申购前音响月公开说明书 ，Hello 夜月兔明，好孩子，你有留言吗？富伟哥。有吗 ？Hello， 三爱猫咪。嗯，你那只表好好，刚刚好像也有在某人手上看到。今天去的人吗？今天去的人的手上同一只，我不确定哎。我知道同一只的那个人今天应该不在，但是今天去的有人是同一只吗？科技导读，了解病情。那些电影教我的事，我有看他们的专业，应该要来听一下他们的 podcast。Hello， 水锤。好啦，我是不是应该要进行今天的念榜环节呢？因为我还有期中考还没考完，我不可以拖太久。那我们应该要来放些什么呢？啊，我最近读书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循环了周杰伦跟831的歌，其实应该只是不小心刚好听到。我记得我有一度很想分享周杰伦的什么歌，让我找一下哦。不是半岛铁盒，爱在西元前真的很好听。校唱交给你们了，那些电影不错，可以跳着听一下。面面有推荐的吗？你说听推荐的 podcast 吗？那就我看错吧。如果你是说三个字的那个的话，它带的是另外一款，都是三个字啊。夜曲，夜曲我也很喜欢啊。而且我，你知道我上次上那个吗？我上完全娱乐的时候，夜曲也有一段啊。什么鲜红的唇印，怀念你那鲜红的唇印。我后来结束之后，我就想到了，可恶！我看到你了，杨雄。你刚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面面这周期中考我已经考了两周了，今天是最后一周。晴天也喜欢，天天的也喜欢，但是那不是我最喜欢的 style， 我喜欢的风格偏夜曲那样。所以两个字跟你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应该不一样，应该都不一样，我不确定。黑色幽默我有唱到，夜曲没有，好生气哦。啊，我还喜欢半兽人，如果你们有听他的歌的话。半兽人还有什么？死定了，我那天想播的是什么？我喜欢大笨钟。我从没爱过你，怎么会想念你？发什么神经，有理说不清，只是脑袋还不清醒。其实还想着你，其实还爱着你，其实还想着你耶，请你别太得意。米兰的小铁匠，任舞春秋，三年二班，等一下，这几首我没听过，东风破还好，青花瓷可以，更喜欢兰亭序，虽然风格不一样，反方向中，也不是，
吸血鬼的我有分享啊，红尘扣章也很好听。嗯，怎么办？这个告白我说到才没有，我想讲的其实是前面的。威廉古堡也好，还好，还可以，不错，算中上，在我的在点上。嗯，好，那次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不对，我送你离开欠我十块。恶灵古堡，恶灵古堡很可怕，我一直不敢玩，我到现在都没玩。因为前两张他，我跟你讲，我超喜欢肖邦的那个，肖邦摩羯座。嗯，摩羯座啊，乔克叔叔也喜欢，是要给你们听这首吗？应该是哦，我是想给你们听乔克叔叔吗？欠我十块，后面就不可以唱了，就不可以唱了。一直我还好。可是乔克叔叔的音调我完全不能唱，但我就很喜欢这首歌，太喜欢了。嗯，28分，还有时间。亲爱的，别吓到，闭上了眼睛，试着把戏不是就可以快睁眼。银蓝色有了秘密，对着刀魔火在高潮吹一地。我没有要推，我没有要拖到11点，好、哦，我应该要念榜了。好喜欢这首歌。这样的快乐你学会了吗？用笨拙又惊险的杂耍继续对你装傻，所有的悲伤统统忘了吧。我也喜欢云游会的广告，商品上买不到，想想想只能赶快来赶快来。今天的第10名是虎跃竹来。我要再念一次你很有才的一本初心，勇敢追梦，感恩知足，定成功，谢谢。你拍拍手，人群散了后，夜色多朦胧。我喜欢这一句。今天的第9名是台北张先生，我待会一定要去复习一下，你到底是拿到了哪一张？记得我啊。今天的第8名。我现在比不出你大头贴的姿势，我今天不穿裙子。嗯，可是我们那天在坐席的时候，是不是离熊熊很远？今天的第8名，熊熊。魔术师，我和你抢走了我是你给我的啊，对吧？拿出你的钞票，商品城买不到，先生小姐们赶快来赶快来。他是辛弃疾哦，真的假的？哎，辛弃疾长这样吗？一种招微微的小丑青玉啊，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死人。好的，那感谢我们今天的第7名辛弃疾。不是啊 CKUNK。 我好久，我已经有半学期没有遇到诗人了，如此豪放的诗人更是少见，好吧，南宋的豪放词人，豪放词的最高成就。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古道西风瘦马。我只是卑微的小丑，放弃了歌头，就等你拍一拍手啊。今天的第6名，相信二头肌已经被我们练到非常强大的社长。报仇了，社长应该已经走了，对吧 ？Hello， 谁说那不是风图？有人跟我讲那张不是风图吗？
请问这是一个手要比 S 型，还是？而且我为什么跟某位姐姐合到照了呢？然后我还跟姐姐说：“姐姐，我们合到照了，在工作的状况下，在你在努力工作的状况下，我们不小心合到照了。”断肠卡纳赫拉，不好吧？啊，稻香哎，说稻香，稻香的黄金甲，黄金甲还好，甜甜的最长的电影。社长拍的没有帮土啊，嗯，没有帮土啊，本人帮不算帮土吧？啊，《本草纲目》我也很喜欢啊，可是这个好像是现场版。法如雪，社长是不会放帮土的。我现在播的是 Spotify， 没有 MV， 没有 MV 我就不会眷恋了。这样让我很好奇，哪张是封土？你要认真看完社长所有的图，要跟我一样认真。我们一个一个拿出来当表情包啊。还有一张就是你给我过来，嗯，就是这么一回事。大家一起封就没有封土了。第五名，今天的第五名就是 The Echo Sky， 这个角度真的很高哎，我还要这样，全看完了没有崩土是吗？是这样的吗？ Echo Sky 这张才叫不是崩土，好不好？崩土才是爱的表现，所以我爱社长，爱。妹妹表情包不是只我同学跟我讲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么多的表情。大概多久轻松自在一生不来，嗯，我觉得现场版的不好，很啊，不要白色风车不想听，再来黑色毛衣，夜曲，嗯，逆鳞好了，我喜欢逆鳞。我的快门时间无法冻结住面面，那个什么乌拉巴哈，哪一个乌拉巴哈是停住啊？哎，忘记了。什么乌拉巴哈？前面的英文是什么？不少油刚好进来，刚好是逆鳞萌学员，那不是萌学员，那是终极一家。我觉得听爸爸表听爸爸的话比听妈妈的话好听啊。 Freeze， 对啦， Freeze 呀，乌拉巴哈，我直接都不拍照呢，你最后拍了。Freeze 乌拉巴哈零结束，你下次要对我大喊福瑞斯乌拉巴哈，我会尽量停给你看。今天的第四名，萨库拉桑，阿里卡多古在伊莫斯，耶！我不知道，福瑞斯乌拉巴哈，不行，要长得不崩的时候停住。回谢谢妹妹应该是谢谢我说我爱她的那一段吧，其他应该没有。耶，谢谢小克拉桑开发发 Flower， 你也有拍妹妹的绘图。我很抱歉，我下次会尽量让我的美图比例再多一点点。他的睫毛，晴天，圆圆会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变得很红很红，
之前没有这么红，但女友会一直都很好听。哎，排名变了，才不见了。五月主委有念到郑先生，哦，倒过来了吗？社长，接下来是小骷髅沙。哦，副伟哥掉下来了。副伟哥，副伟哥，我刚不是有念过他吗？我刚有念到副伟哥吗？还没有念到副伟哥。哦，对对对。副伟是副伟哥掉下去了，副伟哥拜拜。怎么得到了不一样的待遇？两倍圆的面面。我看起来比较不像在吹气，是在吸饮料吧？我是哎、欸，我是把刚刚你们有看过那个吗？天冷吗？我应该是把里面的气吸进去了吧？就跟我把面粉吞进去一样。其实面粉全部都是从我身上吐出来的，你们知道吗？你们看到我吃到面粉，只是因为你们进到了一个那个时间逆转门，懂吗？你们全部都已经是被天冷影响的人了，你们真是不行不行，你们就没有抵抗力。你们知道你们已经身处在一个时空不一样的世界了吗？不可能，不可能！哎，这首是什么麦芽糖吗？哎，真的是麦芽糖。想跟你们听伴奏的人会不会很莫名其妙？圆圆会，那就圆圆会好了。那你怎么不早点告诉大家同音组？因为信念才是绝对永恒的力量。感谢大家的相信，我们会永远，我们会，我跟你讲，信念就是最有力的一刻，就是信念才是决定你力量的来源。信仰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决定吗？就算再重来一遍，我相信 Ya Uni Desi 的大家也绝对不会轻易的更改他的选择，对吧？大家的眼神是如此的真诚，没错。我看到台下有多少人已经对着手机在点头了，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坚信，就是需要你们的 persist， 为什么 persist？persist 个人挺啦，老师不挺。 Daisy 是必胜啦， Daisy 第一啊。没人单击心上，我盯着大太阳，只想为你呼吸怕遗忘，因为牢狱的转悠，随我们开始交谈，多希望话题不打烊，永远远打烊，只求在我手上，我牵着你下方，又快想对你讲，你眼睛却装忙，鸡蛋糕跟你嘴角过江，我的小羊肠，原有回影片在播放，这个世界约好一起逛。知识面板喽，今天的第三名，さくらさんです。でもでも，副伟哥，谢谢。哈哈。啊，我要看你的作文，对不对？你把马赛克用掉了耶。你上次不是在你脸上贴了什么吗？哎，五颗星！想着每次都花太多心了，不好意思。如果大家都有写的话，我可以花更多时间在念版哦。我盯着大太阳，只想对你想。Hello 夜兔，请问你跟神乐有什么关系吗？今天的第二名，
第二名就是莫小瑶同学。第二名莫小瑶，天啊，头天是夏天的时候，不知不觉，今天还是很热，还是夏天吧，应该说。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哦，我前几天发现一件事情，因为我现在看到我的头发，我就想到，我每次出去拍照，好像都不怎么绑头发，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定律？我每次拍的照片全部都是放发，有人想要指定发型吗？我好像没有绑过其他造型拍照，对吧？其实我记得我好像拍，就是拍莫小瑶头贴那一组，我好像是有绑公主头，但是因为我戴了帽子，所以完全看不出来。可是马尾的话其实很难拍，除非很高，绑很高。半娃子头是什么？你说像那个吗？雨林诗雅长版的那个，就一颗包子的。为什么 Licky 现在才追踪三马尾？你再等等吧，你等吧，你用力等吧，你站直上哎，我想听半兽人，虽然很不适合，正常就好，不要上另一个人就好，才不会 IG 破万哇！我们 IG 破万有没有什么活动？你们有没有特别想要看到什么样子啊？不同风格拍照的面，跳舞的面 ，cover 的面，成功领里面注意一下，我一直都有在注意你，好不好？侧马尾我在朱诺那一段时间是蛮常出现的，面粉之呼吸吗？会死掉。还是面面也来放一篇文征求。破万那天再来留言吗？什么 Rocker？ 那去借电吉他？还是当年那个艳丽的面让它出现？有点难，应该还是可以出现。微版熟人。喷面粉使用演绎的面面，所以你是要看起来很忍者的面吗？雷鬼头太难了，雷鬼头自己可能绑不出来。人好，我是不会轻易的把你的名字叫出来的，想太多了。10,000 QA 吗？不要。哎，是不是拒绝太快了？对不起。好难哦，我10万当天再不是10万，1万啦，1万再来放。把手的人放放关，手接着轮回守爱的过程。Hello， 姑姑们，为什么一直进进出出？那天再来收集你们的想法吗？那有点太晚了，我想要，所以我应该要现在就放。有没有什么最近有没有一个什么很需要，很需要发庆祝文的一天？就明天好了，11月18嘛，听起来很重要，王一家生日。面面有绑过辫子吗？以前经常，最近还好。九蛋，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 ？Hello， 应该要前汗还是干汗？10万就要启动黑暗黑魔法，老歌大会串的话，好像有机会全部重谱一遍，哎，说不定可以哦。老歌大会串，好吧，所以我应该要去发一篇文，征求大家的意见。老歌大会串，民歌演唱，跳舞，然后刚好说什么 rocker 型的面，雷鬼头有点难，也是可以。然后还有什么？那个可能就是拍照。其实可以选的东西有很多，唱歌、跳舞、拍照。
十一月生前面什么时候业配？你要等业配了之后才要下单吗？最长直播我已经干过了，我有直播过5个小时，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对不对？很吗 ？Hello， 志伟哥，少林功夫唱歌跳舞，那要等于重新编那支舞，还是面跟面包去跑？我们18个小时后见。不是有人比我长吗？哦，有果果对不对？果果有一次超长，应该是果果赢了。好的，那么我们今天也差不多啦。鸡姐面，小易，你去看完全娱乐吧，你。一万不是应该走那种，不是那种风格吧？耶、yeah ！面什么时候要拍，什么时候下单？那我努力。哇！陪你去看流星落在这地球上。再来一次吗？又在流星雨了。我想一下，流星雨是风再大又怎样？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路方向。嗯，怎么唱啊？没有音。下班，下班，下班了！我下班了，我要下班了。下班，下班。今天有狮子座流星雨。大家晚安。大家拜拜，大家完全娱乐留言一波，大家放下偶包宣传一波、哦、希望下次在西门町走着的时候就会有人说啊，你就是他是把我认成谁认成谁啊，把我认成谁，他把阿潘认成 Mayu， 那把我认成谁忘记了。读书晚安，不是读书再爱哦。希望明年不会再跟这个同一本课本见到。Hello Lingo， 我们不是最会，我们是最有才艺的女团啦。お疲れ様，みんな、お疲れ様でした。你的什么不见了？谢谢，また土曜日に会いましょう。ありがとう，じゃん。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我发现了一件事情，我没有念到第一名。志宏，志宏，志宏，志宏你在吗 ？Call call call， 志宏你在吗？我发现志宏的头贴应该要。不是志宏现在的人的表现应该是跟头贴一模一样吧？豆瓣，豆瓣，志宏，我给你个什么好呢？叫我第一名，叫我第一名。还有芝芝，白羊座。四月还很久，那不能随便唱生日快乐。你别走，该不会是因为上次呛完之后就开始出现了漏念，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因为我自己后来都会玩嗨，怎么办？我想一下哦，梦之路我们刚刚也唱过了耶。啊，没办法，我们是要照顾新人嘛。志宏哥，来来来，志宏哥，点首歌吧，志宏哥。来电迎新吧，豆瓣，志宏啊，面面出事了，面面出老症，大概真的有40了。请问一下，第一名很常、经常、非常有机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我非常的深感抱歉，我。跟你一起在角落90度，我温暖你，是不是一直营造呛人的环节？我就是对在努力。我合照会送我银杏，好了，你把银杏别在身上啊。
蔡四十，对啊，银杏业务不是杨雄吗？还好我不是关了才想到，不然我待会真的是发文该怎么办？发文都会有一种愧疚感，直接在文章道歉。嗯，应该。不行啊，脑袋没有选歌的想法，还没有收到有可以呛你的歌，怎么办？快点点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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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对不起，非常抱歉，上海抱歉，我没有想法，想着会失望。恐怕痛苦也不遑多让，快乐大于悲伤，或许就算还不差。我跟你讲，志宏是志宏。为什么要只跟我下班啦？我要读书啊。今天要吃的，今天的黎明，志宏，嘿嘿，谢谢大家。雅恩真正不知道要安怎，为什么？耶、yeah, 欸、我跟你讲，通宵读书是很正确的事情，好不好？压下之后大家晚安，也谢谢 F5， 现在的第一名是 F5。 当最害怕人的爱情，无人看已经无人听，我跟你生活都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莫再顾你也变爱我，拜拜，星期六见。